楼主妹子是傻婆。哎呀，走楼主去。楼主啊，哎，你看看你妹子傻婆了，还没有用药学的，可烂子龟孙呢。哟呵，你看多点啊，爷儿。我正炒菜的，一想顺着油往那顶溜呀，赶紧可端下来了呀，给我吓的。真觉得质量都太差劲了。要不你给我倒个铝的错了，我不行使呢。这锅你再去买个铁锅，它还会烂。你还没使药学的，掏那些钱60块钱买的。我打我铝的也照他使啊哟。我打我铝的错了，我不再去买铁锅了，这还没使的个烂呢。好。现在都给老赵造个新铝炒锅，还是那样的内幕，先筛细沙。筛着一点用手掌搅着难吃。找空隙，那就是捧沙子给它填满。接下来圆圈绑起来，用鼻子叫它托平。用沙子叫圆圈填瓷围起。用抿子叫它刮平，刮光呢。撒干沙，外膜筛细沙，用手搅它鼓筋。这锅有点薄，加厚点底儿，叫做心儿给它加厚。这接下来就是填沙子，咱叫浇口下上。这就是上来叫它拧瓷拧平，然后用锤浇口圆圈斜刺。扎气孔，气箱，这锅太薄，咱得往下印加厚。
好，这就喝咸。现在就开始浇筑。这是给老赵做的炒锅，也做好了。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下期见，拜拜。